好，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这样讲，创造丰盛跟财富，丰盛跟财富，如果它只是站在比较的基础，各位，真的，我跟大家讲，不要比了，你直接先去跳河比较快。是啊，你直接先去跳河比较快，因为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记得我最早跟大家讲一个笑话，我有一个香港的学生，家境还不错。大家以前知道，早年的香港是奢侈品的大本营嘛，好，所有的舶来品、奢侈品就是香港。那我那个学生他们家算蛮有钱的，买得起游艇，在早年香港买得起游艇是不容易的，买得起游艇，然后停在香港的这个码头里面，而且这游艇还是那种很有历史风味的那种帆船式、古董式的什么，有没有？哇，那同学就，有一次那同学就跟我说。其实我已经三天睡不着觉了。我说怎么回事？你们家经济不是还不错，而且还买了游艇。他说有一次我们家游艇旁边也停了一辆游艇。我说那怎么了？他说那一辆是李嘉诚的游艇。李嘉诚嘛，亚洲首富嘛。那我就问他，那又怎么了？他说没有停在旁边都没事，停在旁边，我觉得我们家好穷。好丢脸，我都不敢让人家知道那条船是我家的。我才知道，原来没有拥有游艇没事。像我们这种没有游艇的，我们都觉得自己好丰盛，好有钱，有没有？我们这种没有游艇的，原来没有拥有游艇还没事，拥有了之后才知道，你们家的游艇跟人家比起来的，原来只是个玩具啊！所以各位，你们这些没有私人飞机的都没事。来，在坐我私人飞机的请举手。哎，来，你没有拥有私人飞机都没事，你拥有了私人飞机，你站在我们这群人面前就走路有风，有没有？可是等一下，你遇到一个也有私人飞机的，你就发现你的飞机跟人家比起来，你就不要说那辆飞机是你的就好了。对，像各位知道我的意思。你最好就不要让人家知道那辆飞机是你的，你就会觉得你头只想钻到地洞底下去。来，好笑对不对，各位？但是这真的就是人性，这真的就是人性。而且最可恶的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被比较长大的，是吧？什么都在比，功课也比，名次也比，进什么公司也比，年收入多少也比，在哪里买房子也比，有没有？啊！你不比是会死的，很生气呢。我喝口水，我真的很生气。你不比是会死的。好，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的人，你才会一直去比嘛，是吧？好，我先回到赛斯心法纲这个部分。赛斯心法不赞成受苦。来，我再来回应赛斯在对一群高中生演讲的内容。好，那本书还没有出来，可能下礼拜会出来。早期课第七册，啊，出来了，哦，来了，啊，来借我拿一下，因为我还没看到过。谢谢谢，我没看到过早期课第七，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腰带，因为。那个总编有跟我说，最后一个腰带，赛斯给青年学子最真挚的一堂私人课。好，小标题是：你的父母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他们创造出来的世界。如果你不喜欢成人世界这个样子，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期待。所以这本书。有一个章节是专门写给年轻人的，专门写给年轻人的。简单来讲，告诉年轻人，你不要不爽啦，你有什么好不爽的？是的啦，父母并不完美啦，是啦，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啦，是啦，大人把世界搞得很糟糕啦，空气污染啦，万物绝种啦，水不够啦。人口过多啦，炒地皮啦，房子买不起啦，啊，不然你是在靠，
啊，不喜欢怎么样？去改变啊！抱怨有什么屁用？来，年轻人举手，年轻人举手。来，抱怨有什么用？不喜欢去改变啊！你以为当年我们就喜欢我们当年的世界？我们当年也不喜欢啊！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喜欢抱怨。你看那个海底的鱼都让你们抓光了，你看新鲜空气都让你们呼吸完了，这空气很脏嘛。你看水都让你们用完了，现在缺水。你看那个土地都让你们盖房子搞完了，开发完了，对啊。你看地球都让你们搞烂了，对，会抱怨没有错，会抱怨没有错。但是赛斯就跟他讲，抱怨有个鸟用啊。抱怨鸟用啊！你有种你就去改变你对世界的期待，然后你去发挥你的创造力。所以赛斯跟那些年轻人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大多数的人在这一世轮回之后会再来一世，而在那一世结束之后，你们就会离开地球的轮回了。”好，赛斯跟那些年轻人讲这句话。再次跟这些年轻人说，你们来地球是有理由的，你不是来受苦的，你不是来靠腰的，你不是来抱怨的。我知道像很多年轻人抱怨父母亲啊，尤其那个买不起房子给你的，付不出头期款的，我听到太多年轻人抱怨了 啊那谁谁谁谁有办法给他儿子一栋房子，那谁谁谁人家女儿嫁出也虽然就是长得不怎么样，所以爸妈给他一栋房子，所以嫁出去了，那谁谁谁谁外面找不到工作，那爸爸就把公司传给他。那谁谁谁怎么样？好，然后这个爸爸公司的股票就叫他花个这个七八百万买个股票，以后每个月好这个公司的这个配息就可以配什么三四万块，对，大概八百多万一个月就三四万的股息收入。对啊，来各位，你们有这样的爸爸吗？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有啊，有啦，我爸爸给我田啦，在云林乡下啦，八分多地啦，没有钱啦。对啊好，我的意思是说，对，像很多年轻人的确不容易。那赛斯就跟年轻人说，不要再抱怨了，你们要知道为什么你们要来到这个世界。你来参加轮回，就是因为你打算在有肉体的情况之下来，在此生做出你自己最大潜能的发挥。你们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各位，这个世界问题越大，越需要年轻人展现他的理想跟创造力的空间。来，我们这个世界问题很大，空气污染也好，水资源不足也好，之前的石油危机，各位还记得吗？来，其实开个玩笑，如果没有之前的石油危机，怎么会有伊隆马斯克现在的世界首富呢？来，伊隆马斯克做什么？电动车嘛， Tesla 嘛。各位，如果没有石油危机，如果石油都那么便宜，谁要做电动车？如果没有温室效应，没有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如果没有气候异常，谁要发展电动车？来，是吧？所以当很多年轻人在抱怨这个世界的时候，告诉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机会啊。来，现在台湾两岸局势不是不稳定吗？世界局势动荡啊， COVID-19 啊，火车还会出轨啊。各位，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动荡不安，这不就是年轻人的机会吗？难道你期待你来这个世界就是天堂，什么都不用烦恼，然后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钞票数到手抽筋，好，位高权重责任轻？是啊，那你来干嘛？你就不用来投胎就好啦。各位，好，学士的意思是说，正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好，比如说以前我也会抱怨啊，我跟大家讲过嘛，哦，早年我当医学系的学生，我好向往精神科哦，哇，你看那种精神科啊，做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哦，然后探索人的心理世界，我好向往哦。后来等我当 clerk、当 intern， 好，到精神科专科医院一看，哇，要求那医生病得比病人还要重，
夭壽，那个医生面无表情，好，病人都比医生热情温暖。夭壽，那个医生 mask face 有没有面具脸，没有情感流动。好，到每天到医院去，都是病人热情跟我打招呼，我都分不清楚谁比较温暖，谁是医生，谁是病人。天啊！然后后来又发现啊，原来全都在用药打针。这怎么会是我要的精神医学呢？各位，啊，当时你不知道我有多失落，我满怀热忱想走上精神医学的道路，就发现整个精神医学都在用药，都在用药。对，各位，好，后来我很失落，所以我才先去当加医科的医生呢，啊。我先去走3年的加医科，因为我好失落。哦，那个不是我要的肯德基，各位，鸡就是肯德基嘛，是哪里和其他的鸡啊？没有，这开玩笑，我也没有都吃肯德基啦，这不是我要的，怎么会嘞？哦，我去走加医科还比较有人性，我还至少看得到人。我本来不是就是想探索人的心灵，我本来不是想只要医人，不要只会医病吗？我当年当医学生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子勉励过我自己吗？我去探索所有的内在的世界，我不要只会医病而看不到人啊！我当年不是这样一直告诉我自己吗？啊，怎么我今天走了精神科，比其他科还更严重，还更严重，我走不下去，各位知道吗？我说来，我就先走加医科，我加医科走了3年，考上加医科专科，我又不甘愿，他奶奶个熊，我又不甘愿，好，可能当时我就稍微比较强壮一点的。我就不相信我不能走出自己的路，我就不相信我不能成为精神科里面的异类。各位，后来果然就成为异类了。我就不相信，各位了解了吗？哦，所以我要讲，这个世界真的不圆满，这世界真的跟理想落差很大，这世界真的很让我们失望。好，如果我讲投胎也是啊，以前不是有部电影叫《上错天堂，投错胎》吗？我在想，我是不是在投胎的时候那个导航系统坏掉？本来是要进入台湾首富的家里，各位嫁得好不如投胎好吗？就导航系统坏掉，就跑到乡下去找了一对没有受教育的农夫跟农妇。各位，我是怎样？我是投胎？我是把就有喇叭狗掉还是怎样？还是 GPS 坏掉？哦，就在那个空间迷航，你知道吗？哎，本来不是要找一个爸爸是台大教授，妈妈是师大教授的，或至少经济好一点，或至少有学问一点嘛，或台湾首富当然就更好啊。所以那 GPS 就迷航啦，啊，跑到乡下去投胎在一个哈，哦，连分家产都没有分到房子的父母亲那边去，然后眼睛睁开一看啊，是啊，夭壽。可是这世界并不完美啊，这世界总是让我们失望啊。可是这不就是我们来的目的吗？是不是？啊，怎么没有掌声？哦，所以你看我来这个世界有多失望，这世界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好不好？好，哦，可是再次讲，因为糟糕，所以你才要去改变它，因为它不好，才需要你发挥你最大的能力呀，啊。因为它的变动，才需要你去安众生的心啊。好，所以赛斯就跟年轻人说，哦，你们的世界真的很糟糕，还在制造子弹。比如说我们从台湾看美国，美国之前不是今天太晚发生枪击案吗？就随便一个疯子拿着枪进校园扫射吗？然后你们知道美国的高中，哦，背着书包都要先过那个侦测器嘛，哦，看里面有没有毒品跟枪嘛，对啊，哦，然后很多美国小学生背的那个包包有没有，后背包有没有，都是防弹背包啊，对啊，因为万一有歹徒冲进来扫射，赶快躲在背包后面啊。各位，那防弹的呢？防弹的呢？你不知道哈，哦？对啊，啊，大家就在吵，就在吵啊！你干嘛要开放枪支？可是他们的精神就在于美国人就是有权利拥有枪啊。是啊，好，所以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啊。所以赛斯就跟那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发挥你们的理想，能够让这个世界走向和平，那么那不就是
你们要做的事吗？好，来，我一定要回到我们的丰盛跟财富。所以赛斯说，你要丰盛跟财富，其实它背后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你有没有看到众生的需求？当然，我说的不是对毒品的需求，对大麻的需求，对，好，你有没有看到众生的需求？第二个，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有好多好多地方有待我们的努力？再来，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有没有忘记了你灵魂的使命？那个使命是，我能在具有肉体的这段时间，我能觉察我内在的灵魂多大的潜能，我能在这一世当中发挥多大的创造力。就像一只鸟，它可以飞多高；就像一匹马，它可以跑多快；就像一条鱼，它可以游多远；就像一只海豚，它可以跳多高。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有没有竭尽所能的发挥我的能力，做到我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所能做的最大的发挥跟奉献，以便当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心满意足的咽下那一口气，啊，这一生爽啦！那个爽是我没有遗憾，各位理解我要说的意思。所以今天如果你只是在累积财富、投机炒作，对不起，我觉得那不是赛斯心法鼓励你要追求的。你只是怕穷，你只是想拥有更多的金钱，不是。今天许医师要说的是，今天你能不能把你的渴望、你的爱跟智慧导向众生所需求的，导向最后是你能力最大的发挥。是啊，好，比如说我讲我的存在，我再强调一次，好，许医师不喜欢把开药当第一线或当唯一的精神或心理的治疗的方式，但不代表我不开药。那我怎么去实现我的理想，让那些不想只是依赖药物来改善失眠的人，让那些不想只靠药物来面对他的精神或心理疾患的那些人，他如何有个地方可以求助？好，所以很多来找我的人，有时候我初步判断，哎，我们吃个药吧。他有时候还呛我一句话：“许师，你不是不开药吗？”然后我稍微就脸红了一下，我说：“我们先吃一点药嘛。”他就跟我说：“不要啊，不要不要，那就算了，我取消。”好，那我们来上课，我们来做冥想，我们来安排心理师。好，那经济好没关系，我们安排心理师；经济不好没关系，我们来安排免费陪谈。各位，你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好，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各位，你不是来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已，我甚至要说，你不是只是来满足你的生存。其实生存只是灵魂最基础、最基础达到的标准。来，现在大多数人在生存之后要求更好的生存，对不对？比如说，有了车子要更高级的车子，有了房子要更豪宅的房子。各位，所以你们只是在追求更高的生活物质品质。各位，来讲句实话，那现在人类，你真的觉得有比较快乐吗？当我们现在觉得全世界都拼命在印钱，我也告诉过大家，最近台湾北中南房地产是不是在涨？来，台北大学这边周遭的北大特区有没有在涨？来，听说从什么一字头涨到二字头，现在涨到几字头了？三四头了，是吧？也有四字头了。好，我们住新店那边，好，本来三四字头，现在听说如果端午节要上看八字头，八。
北大这种地方，也不能讲这种地方了哈，然后很侮辱人家的样子。各位，一字头、二字头已经长到四字头了，啊，是在长什么都看不懂啊，啊，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怎么人家都买得起？那些买的人是都是谁啊？哎，各位有没有发现，每次我们经过，是谁啊？怎么都买得起？再经过，哎、欸，怎么还真的都卖出去了？那钱到底哪里来的？哎、欸，所以台湾人很厉害，都默默的有钱呢、欸，口袋都很深呢、欸。我记得台湾好像那个什么个人储蓄，好像是世界前几名呢、欸。各位，大家像老鼠一样会藏钱呢、欸，就靠藏了呢。我口袋很深呢、欸。好，各位不知道在涨什么，不知道涨什么。好，那我要讲的，现在这个全世界一直在印钞票，所以大家开始在担心通膨，有没有发现？好，通膨就是钞票印太多，好，最后东西越来越贵，好，钱变薄皮啦，物件变贵啦，就是艺术啦。好，其实我也不懂经济，我以前最不懂就是经济学。好，我以前那个统计有没有？统计是统计老师看我可怜给我过关的，真的，我大学统计，好，那个期中考考三分，期末考考五分，真的，我没有骗各位，只要考卷下来我不会写，我真的不会写哦，所以你不要看徐志章聪明绝顶的样子，我统计是白痴哦。期中考三分，期末考真的考五分，还是我们老师觉得怎么全班都考那么低，他自责愧疚，你知道吗？就全部欧趴，各位，所以我觉得自责愧疚真的是挺好的。那老师就自责，这他教的不好，怎么全班最高才六十几分？然后我就期中考三分，期末考五分，那老师不放水，我修一百年可能都不会过。什么统计学，我通都不懂，各位，我最不懂就是经济，对，好，简单讲通膨。就钱变薄，东西变贵，好，就这样子。各位，大家都在生存，都在生存。可是，好，我再仔细讲，人同时有所谓的物理环境，也有所谓的心理环境。来，什么叫物理环境？物理环境就是空间、座椅、物理环境。来，各位知道哈？好，你们家的社区。哦、漂不漂亮、哦、你是住独栋别墅的还是住大楼、哦、还是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这个鸟地方、哦、这是物质环境、哦、你是开什么车、哦、物质环境就是你生存的环境简单来讲过去这两百年人类花很多的力气在改善生活环境来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从农村出来啊、哦、要买个房子啊哦，孩子要上学啦，哦，家里要装潢啦，哦，早期台湾还不流行冷气呀、啊，要买个冷气呀、啊，对，是啊，好、哦，所以我们在早年这两百年，好、哦，或也许台湾或全世界的这好、哦、近百年，都是在改善什么生存环境，好、哦，包括也许你们为什么要赚钱，让下一代有更好的什么？生存环境，吃好一点，住好一点，用好一点的，对不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买好一点的学区，对不对？好、哦，尤其像大陆，哎，大陆差很多、哦，学区房啊，好、哦，学区房随便，好、哦，这个烂东西都很贵啊。像美国也是啊，好、哦，它就是学区啊、哦，比如说房仲啊、哦，这房子烂烂的，但是它学区有一间好学校，学区房。学区房永远都卖得出去嘛，就像台北大安区，对不对？好、啊，他卖的就是什么学区房嘛。所以，我们这一两百年，我们在努力干嘛？改善生活环境，来，对不对？好，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说它是错的哦，都没有说它是错的。好，但是我先要讲一个概念，本跟末，本跟末。来，我先回到赛斯心法。来，今天最重要的那句话是：赛斯心法绝对不是蒙蔽心灵、麻木心灵，而追求所谓的丰盛和财富。赛斯心法是明白万法唯心，赛斯心法是明白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赛斯心法是了悟到。所有的外在环境都是内在能量的向外投射，所以赛斯心法所追求的是
内盛外亡，简单来讲是内在心灵的一种丰盛，而最后因着创造力的展现，因着潜能的打开，因着自我的肯定，把你内在心灵的自信心跟丰盛跟创造力展现为外在的丰盛健康跟财富，这样有没有概念呢？可是现在人是不是颠倒？所以大家可能有很漂亮的家，但是一点都不温暖。对，你可能会去租着名牌的跑车，可是那是租来的，只是为了把妹用的。是啊，好，所以徐医师今天先讲一个概念。今天我想引导大家的创造丰盛跟财富，先从心理的环境开始。心理环境，我刚刚讲了，我们把环境分两种，一种是外在的物质环境，一种是内在的心理或心灵环境。那内在的心理跟心灵环境，简单来讲，有些人物质好像很丰盛，他每天的心灵充满了匮乏跟恐惧。匮乏跟恐惧，是啊。来，我常常举我妈妈当例子嘛，哈。我妈妈常常也许每天在抱怨她的身体不好，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我就跟我妈妈说：“哎，妈，从物质环境来讲，你儿子买了一个2000多万的房子让你住，我买给我妈住的，2000多万的房子，我还特别挑一个2楼有露台的，好，露台大概8到10平，好，让你可以种种花、运动，在那边弯眸凸眸，好，还有电梯，好，电梯滑下，2000多万的房子让你住。”你儿子还帮你请了一个24小时的应佣，而且你儿子真的很遵守规则哦。这个应佣只照顾你一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然后应佣给他一间独立的房间、独立的卫浴，那应佣做的工作就一件事：照顾好这个地方，照顾好我妈。好，各位，我知道很多台湾的家庭应用都是全家一起用了哈，我们家应用没有，就是阿姨就好了。阿姨，因为我妈妈说不能叫阿妈，要叫阿姨哈。那你女儿住你楼上，好，大女儿住走路过去，好，或者推着轮椅也大概5分钟，儿子住你走路大概也是5分钟，然后，好，之前啊，我爸爸在的时候，我爸妈。好，每个人每个月3万块，然后生日、父亲节、年节再包个5到10万不等，然后跟你讲需要花什么钱，说一下没关系，弄个牙齿、住个院，8万、10万随便你花，不错吧？你还给我过得那么苦，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新台币吗？所以各位，你现在懂我的意思了哈？我们外在物质环境，说实话不一定那么苦，可是你竟然有办法把自己过得那么不快乐，我真的要颁诺贝尔奖给你啊！各位，你只要把自己照顾好，你要去哪里都可以。你老公也死了，也没有人管你花钱了，而且我爸还会生气。好，比如说我妈买个垃圾桶太贵，我爸会生气，买那么贵垃圾桶干什么？踢一下。哦，因为我爸乡下人嘛，客家人很节俭啊，买个垃圾桶那么贵，踢，结果就踢一下。啊，我是儿子，我不可能做这种事嘛。妈，你爱买就买，限度范围内，你钱花光了我再给你，没事。对。可是你既然有办法把自己过这么辛苦，过这么抱怨，好，所以徐师要说的是。如果以现在的物质环境来说，其实我们真正苦的都不是物质环境，没错吧？我们现在苦的是什么？那第一个受苦的心灵，
或不知足的心灵，或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快乐的心灵，或不知道学习怎么创造、怎么喜悦、怎么幸福的心灵，大家说素不素？是。说实话，现在你冬天那么冷，夏天热，你几乎每个家也都有冷暖气，没有，很多公共地方也有，来这边听讲座也有，家里也不用开冷气，对不对？很多地方都吹免费的。你说物质享受，说真的要吃什么都不难，都不难。可是我们怎么让我们自己有办法这么心里这么贫穷，这么不快乐？对啊，来，再讲到我另外一个亲戚，我就不能讲是谁了哈。那天我就跟他的儿子在分析，我说其实你妈其实也不错啊，哦，你妈其实不错啊。做着一份工作，花一半的时间，那有哈，这个只要一半的时间上班啊，就有一份很丰厚的薪水。到工作场合，大家也都还算尊敬你。那你每天还在追求人生是苦的概念，你真的有那么苦吗？还是你觉得自己很苦？还是你觉得人家的命比你好？你的苦是比较出来的，你的苦是你没有回到你自己，好好把你的外在的物质环境跟你当下的心境做一个连结。来，各位了解吗？所以我刚刚讲，我们的物质环境跟心灵环境现在其实完全是本末倒置，完全是本末倒置。各位，你说要一个月赚几万块才可以过算丰盛的生活，各位，好，其实有时候是你会不会过日子，而有时候我刚讲了，真的钱超过某个程度，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个学生跟我讲过，好像根据统计，一个人的财富，比如说如果超过2000万，那么增加的就不是快乐，而是烦恼了。好，2000块刚刚好，2000万啊，刚刚好是最快乐的时候，再多就不快乐了，各位。好，那像好像老婆一样了哈，太太如果多余多高的数目，就是体力的损耗了，就不再是幸福的指标了哈。我在说什么啊？我们大家都要皱眉头啊。举例适当哈。好，来，各位，意思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之下，你是否真的让你的心感受到一种丰盛跟喜悦？所以徐师常跟大家讲，你得先在你现在的 here and now， 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的住家，先感觉到一种幸福跟喜悦。你得先感觉到宇宙的一种喜悦的能量，那么你的能量向外显现，外在的物质才真的会相应回来你心灵的快乐跟喜悦。否则现在的人类是看起来外在的物质环境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更多的财富，可是外在的财富好像有点起来了，可是你的心灵的喜悦、心灵的快乐却一直往下掉。我看到很多家，家人不说话，夫妻没话说，房子倒是装潢得很漂亮。各位，亲子没有办法沟通，好，房子倒是很多间。来，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这样讲是，在座所有的同学，可能你们当下先让自己全然的满足于你现在的环境，就是我们讲全然的安住在当下。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开一辆 Toyota 也好，它就是全世界最棒的车。你现在住一个小公寓，也许有点吵杂，也许有点什么，你就觉得那个小公寓洋溢着一个幸福跟温暖。你现在如果有一份工作，你每天就抱怨的要死，你先告诉自己，这是全世界最 happy 的工作。各位，然后你现在如果在一份关系里面，你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你当下人生你觉得最棒的一个关系或婚姻。
你先让自己的那一种匮乏、抱怨、贪、舍弃、比较先怎么样下来，好，然后不要看到有人永远是别人的孩子比较乖巧，永远是别人的老婆身材好，永远是别人的老公比较帅，哎，是吧？好，然后台湾话叫假来挖来，假挖来看挖我，各位你就分裂啦，就永远是别人的家比较幸福，好，永远是别人家的鸟比较乖的，对，你家的鸟都会咬人。来，各位有没有发现，你先让自己全然的接纳，全然的安住，全然的去用你的眼耳鼻舌身，用你的当下是威力之点去感受你当下的环境，它就是充满了一个神圣的满足，神圣的喜悦，神圣的一种安定的力量。那当你的心，你不要在痛苦中，不要在愤怒中，不要在挣扎当中，这个心才会产生我们所谓的神通跟创造力。否则你带着一个痛苦的心，匮乏的心，每天在冲突的心，你只想要换更大的房子，买更多的田地。来，各位，我开个玩笑，像徐氏有个个案啊，好像好几块地啦，然后有一块地也出租干嘛，后来我就问他，那你的地现在价值多少，他说好像有一两块，现在如果卖出去大概值个一两亿。哦，一两亿哦，各位，你这辈子什么时候赚到一两亿？来，丰不丰盛？好啊，下一次门诊我就问他啊，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徐医师哦，我很想把我儿子杀了啊，怎么样？我媳妇多么不孝，我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脑袋想起他上次说他有一块地一两亿，你死掉，你这一两亿还是要留给你的孩子，就算你有两三个孩子，一个孩子也三四千万，可是你的亲子关系却这么痛苦。各位，而且你还肺腺癌第四期，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生要怎么解释。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以外在物质条件来讲，来，你们谁的父母亲留一两亿的土地给你的，请举手，我们那个兰亭去认识一下哈。可是你的亲子关系却一塌糊涂。今天也许你们急着买房子给你的孩子，让他成家立业，可是你问过你的孩子快不快乐吗？哥，你懂我意思哈？你问过你的孩子快不快乐吗？你问过你们的亲子关系沟通的好不好吗？还是你觉得钱就能解决一切？来，各位发现问题了没有？还是你解决钱可以解决一切？我爸妈没有给我任何房子啊。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们，跟他们关系这么好？那是钱能够取代的吗？没有啊。我妈爸妈一辈子那么辛苦的工作，他给不了我什么东西啊。那为什么我爱他们？我还跟大家讲，以前我板桥的房子，我们家的第一台冷气，客厅装第一台冷气，是我的去打工的钱去买的。我们家第一台冷气，我是我们家的老幺呢。我们家第一台冷气，是我用我的打工的零用钱去买的，装在客厅啊。好，当那个冷气装上去，全家有冷气吹，好，那是用我打工的第一个月的薪水，我第一前三个月的薪水好了啦，赚来的。我就觉得哦，看全家吹着我打工三个月赚来的钱买的冷气，吹起来多幸福多快乐啊。那之后你再买的任何一台冷气，不管多高级多贵，各位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明白吗？再也没有那个感觉不见了，它变成物质了，它不再是你真正内心的喜悦跟满足了。各位好，来，徐师要继续讲丰盛之道。我要的丰盛是你们今天就要觉得丰盛。来，你们今天有没有丰盛？有。你最好觉得有，没有也要觉得有。来，你们今天有没有财富？有。虽然户头可能才三五万，或是
也许还欠银行几百万，没关系。各位，学士的意思是说，你今天就要觉得你是丰盛的。好，说实话，我们能够在这样美好的下午，春天的下午坐在这边听演讲，来丰不丰盛？这是丰盛啊！对，各位，我们当下就要先觉得自己住在丰盛里面，我们当下就要觉得我现在所拥有的财富所带给我的家庭的温暖、欢笑跟喜悦够不够？各位，如果你现在拥有这些丰盛跟财富，带给你的是亲子沟通不良，带给你的是夫妻在那边互相争吵，哎，给你更多的丰盛跟财富有什么用？不是就是吵更凶而已嘛，对不对？各位，说实话，那个父母没放多少财产的，人家兄弟姐妹感情很好啊。那个财产一多，哈，那个连下葬都不能下葬的、啊。对，中南部很多嘛，棺材放在那边，财产没有分好，不能下葬的、啊，对不对？对，遇到这种情况，哈，就不要分财产的，都捐给我们基金会就好了。我们乐于解决各位的痛苦。好了，这是开玩笑的。对，回到刚讲，今天不管你们的丰盛跟财富是什么，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的去接受它，在这个当下感觉到在如此的物质环境之下，你的心灵是丰盛的，是喜悦的，是平安的，因为你至少你没有饿死嘛，你有地方住嘛，好，你不是像古代人马上一个饥荒来立刻流离失所，没地方住，没东西吃。可是你现在的心里的喜悦跟快乐跟丰盛有追上吗？有追上吗？有追上吗？来，有没有？有，希望有，但事实上都没有。我简单讲嘛，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三五十年前、五六十年前，我们的父母好太多了。可是我们再也没有那种喜悦了。当年我们都很穷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啊！啊，到底是哪根神经坏掉了？现在社会越富有，社会越改善，你看高楼大厦，大家越来越冷漠啊，越来越不开心，烦恼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先让你现在的心对于你现在的物质环境、你现在的生活环境、你现在所拥有这些东西，你先感觉到一种丰盛跟喜悦。你先感觉到一种丰盛跟喜悦。好，你们去看你们的夫妻关系，你们去看你们的亲子关系，你回来去看你跟自己的关系，然后再化解你的痛苦，再慢慢认识你灵魂的创造力，由内而外，内胜外亡，你慢慢再让你的生活再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好，否则你将来夫妻只是永远在吵架，你们的财产要怎么分而已啊。那搞了半天，最后当你离婚也好，孩子的状况也好，你永远用钱去弥补你的孩子。来，各位，徐医师的患者有多少这一类的孩子？后来就告诉我，我们夫妻就是用钱在弥补他，我们就是用钱在弥补他。来，所以你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有个错觉，说我们家的不快乐，我们家的夫妻吵架，我们亲子问题就是出在钱。各位，最好是，最好是，最好是的，最好是你的逻辑是对的啦。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我记得我们以前很穷很穷的时候，好像问题没这么多啦，是不是？你最好都觉得问题出在钱呐、啊，你最好都觉得你讨不到老婆，人家不嫁给你，你娶不到这个太太，都是因为钱呐、啊，最好是啦、啊，是不是？各位，那是大家营造出来的一个好像是，可是其实不是啊。各位，我也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当年我结婚，我要找更有钱的，我就不会找你了。对啊。对不对？人家如果要找更帅、更高的，也不会找我嘛，一样的意思嘛，不是嘛？可是我们常常就有一个错觉，不快乐、不幸福，亲子问题就是出在钱。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些钱很多的都不会吵架喽？不是嘛？来，各位，问题出在哪里？你如果不快乐，给你更多钱也是害你的命而已啦。好，所以我们先从心灵开始。先从你的心与你现在的物质环境怎么样 ？Fit， 得配其位，得配其位。等你的心对了，你看到你现在所有的丰盛，所有的物质跟你现在的心境是一致的了，你感受到那样的一个喜悦，那样的一个丰盛，那样的自在，那慢慢你就可以再往前一步了。
那样的一种心灵能量的展现，你就可以去展现甚至更大的丰盛跟财富。那意思就是说，当你展现更大的丰盛跟财富，就不是头重脚轻了哦，它就是为你的幸福加分，它就是为你未来人生的喜悦加分，它就是为你所有生命、你周遭的人添加一种心灵的色彩，而不是你的物质财富好像越多，可是其实你是越空虚的。你的家其实是越不温暖，你房子越多，但是你却失去了家。许是很多个案，房子很多，夫妻分开住，有了房子没了家。对，好，所以当你的内在的心灵展现了，你就可以开始驾驭我们所谓的什么财富能量，跟驾驭丰盛。而这个驾驭，来，许是在讲，就不会因为什么通膨、金融泡沫、金融海啸，让你在一夕之间失去所有的外在的财富了，因为它是来自心灵能量的向外显现，它是失不去的，它是失不去的，正是它怎么样你都失不去你内心的那个丰盛跟自在。好，我们要做结论了，就好像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各位刚讲物质实相是我们的灵魂学习的一个阶段，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学习做能力最大的发挥，学习如何把我们内在的创造力转为外在的物质环境。所以当你环顾你的环境的时候，回来看看你的心，看看你的心，看看你的物质环境跟你的心理环境它的一致性怎么样，那你如何回来在你的心理环境当中感觉到一种喜悦，感觉到一种丰盛。各位，我开个玩笑，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吃一碗泡面加一点青菜再加一颗卤蛋觉得怎么样？怎么这么丰盛，对不对？长大之后可能一锅的茶叶蛋你一点胃口都没有，对，那个丰盛的感觉不见了，有没有？当内在的丰盛不见了，你驾驭不了外在的丰盛，或外在的丰盛你也感觉不到，好不好？好，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够在追求外在的丰盛的时候也能够来关照我们的内在，最后让外在的丰盛跟我们内在的丰盛是一致的，而因为内在的越丰盛，外在越丰盛，好不好？好，那今天的讲座到这里，谢谢大家。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传递正能量，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我们的内我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潜能打开，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而这十几年来，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读书会近2000场，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
能尽的一起的力量。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再次的，谢谢您。